近日，鹅厂暑期待播剧片单公开，片单一出，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也在其中。视频门户上的鹅推片也发了一条动态：“神官大人，暑期放假了，跟我一起去约会吧。可能再过几个月，我们的石影大神官就要来了。”这部剧根据苍月小说朱颜改编，主要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石影和热情仗义的赤足郡主朱颜，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素缘，却阴错阳差结为师徒相伴三年，归邪升起，空桑将亡。石影误以为陪伴朱颜长大的鲛人纸鸢就是海皇，所以亲手封印了纸鸢。最终朱颜将玉骨刺向了石影，一语成谶的虐恋故事。有一说一，这部剧的颜值真的很绝，肖战饰演男主，空桑孤高清冷的皇太子神官石影，任敏饰演女主，热情仗义的赤足郡主朱颜，高颜值演员王楚然饰演邺城白王庶女白雪露，方逸伦饰演鲛族第一战士纸鸢，王子奇饰演青族最出色的战士青钢，李明德饰演九嶷山守护神鸟虫鸣，实力派演员韩栋饰演九嶷山神职大司命，叶圣嘉饰演空桑太子石影的弟弟石宇，卢昱晓饰演邺城白王嫡女白雪英。如此全员颜值在线的阵容，真的很难让人不期待啊。